海才是望著山，我爱食普林街豆干，我爱食山头街乌辣，黄河连江街猪脚，天空八景要街地山。Hello， 六十后退休生活阿 Miwa， 2023年咧，我哋就去咗两次潮汕旅行，对于当地嘅美食咧就念念不忘啊，但系又唔可以成日去噶嘛。但系我哋咧就可以通过微信同商家联络订购，俾少少嘅运费就可以速递佢哋嘅食物去到我哋珠海嘅屋企啦。其实你去到边度咧，你想订啲你想食嘅嘢咧，系好简单嘅啫。只要咧，你喺嗰個手機裏邊嘅微信聯絡到個商家，然後跟住你話俾佢聽你要乜嘢，俾錢，咁跟住咧佢就會同你速遞過嚟呢度噶啦嚇。咁只要你係喺大陸嘅地方就可以噶啦。我講緊嘅係乜嘢咧？係一啲食物，係一啲要速冷嘅食物。好，睇下我今次我係速冷咗啲乜嘢翻嚟咧？嗱，有三箱嘢，呢三箱嘢咧，哎呀！呢、这個唔係太重嘅，我擺上上嚟先嚇，一箱、兩箱 ，OK， 嗱，估下啦喎，開箱。呢箱咁重嘅咧，就係我哋喺汕頭一個市場裏邊，我哋見佢現做嘅一啲潮州糖，叫做藍糖，或者係叫做林糖，係啦，或者係叫做林糖。咁我哋食過咧，好好食。咁我哋今次咧係第二次叫佢速遞落嚟珠海俾我哋噶啦嚇，跟住咧我哋啲各方好友咧就話我要過年啦，我嚟送禮啊，咁於是我哋速遞翻嚟啦。咁另外呢一箱咧係一啲速冷嘅食物嚟嘅，咁呢兩箱都係，咁我呢箱我唔睇住啦，咁我開咗啲速冷食物啦，因為咧我跟住咧我要擺翻去入雪櫃嘅，咁係咩嚟嘅咧？好開心！我今朝早咧就係接到電話啦，我是想通快遞，即係講普通話啦嚇。你有快遞啊？咁你係第一，如果你要快遞員咧同你送上你屋企嘅咧，你按一；如果咧係去乜乜點嗰度咧，你就按二。咁我咧就傻更更咧，我想去按一喎。按完之後我就驚啦，驚咩咧？嚇，呢個會唔會係詐騙電話嚟嘅咧？要我按一二喎，即刻。去即刻再睇翻佢電話啦，會唔會我俾人哋鎖咗啊，撳唔到啦咁樣？下次咧都係算數啦，唔服。因為咧，我蘇法我咁多次咧，我都未試過係要按掣。係啊，要按掣。如果我要係順豐快遞嘢食俾我嘅咧，係每日朝頭早咧八點鐘咧，佢就好準時，八點鐘咧就送到嚟噶啦。嚟，嗱係咩嚟嘅咧？呢一樣咧就係我哋喺潮州市裏面咧，係一個好好味嘅滷水鵝啊！睇下，我哋就要今次要半隻，如果要全隻嘅咧，佢有埋鵝頭、鵝頸、鵝腳翼嘅。咁半隻咧就係冇，咁啊當然價錢咧就會平啲啲啦。我今次嘅價錢比較貴嘅咧，係因為我要坐一個份工，要俾。一個大嘅粉乾，淨係一個粉乾都百幾蚊㗎。這個、呢個咧係我啲仔咧超中意食㗎嚇，因為聽晚咧佢哋會一齊翻嚟食飯啊，兩個都咁，所以咧我哋就訂咗呢一啲，呢啲係熟食嚟嘅喎。記住，如果我要帶翻香港咧，就唔可以係帶生肉嘅嚇。咁仲有咧，我好中意食你哋啲鵝紅啊，你要送俾我，咁啊鵝紅係送嘅，係啦。咁仲有咧係嗱，佢會有一啲冰種，係啦，冰種啦、啊。有醋啦，同埋佢嘅滷水糍。好，等翻我先，一齊擺入冰箱。好，第二個開箱，攞走佢先。噔噔噔噔，大家估唔估到係乜嘢呢？呢、這個食物咧，就係、是、我喺拍片嗰陣時候咧，我都有介紹過，我係去佢個現場鋪頭嗰度食嘅。咁呢一樣嘢咧，那個地方咧就係喺汕尾嘅。咁喺汕尾咧係好出名嚇，出名到咧係好排好大嘅隊，好多人。咁我之所以會訂佢咧，因為咧我兩個仔連埋我老公屋企三個男人咧，都係超中意食。真空啤咗佢嘅，我今次係買咗四斤牛筋牛汁，兩包，我買四斤嘅。三包四包，呢是腩汁嚇，咁有四包嘅，咁啊仲有咧
誒，佢以前冇俾辣椒醬喎，佢個辣椒醬又好好味㗎。然後三種，仲有呢啲就係最佢嘅精華嚟㗎啦，就係個腩汁啦嚇。咁一二三四，有四樽嘅腩汁，有埋依家啲椒子嘅成分咁嘅喎。咁一樣啦，又係有冰種喺度。好啦，咁呢個咧，我哋一陣咧又係要擺咗佢上去冰箱。咁聽日咧，整翻去我屋企兩個仔一齊食。我哋屋企食肉壽嚟嘅。好。是在汕頭一個市場裏面的，我們每次見他都是現成熟，那我要預先呢就要跟他在微信那裡溝通的，因為他是要做才可以呢是發到貨，因為我其實我真的很早幾天我已經跟他說了，噔噔噔來開來見一下細叔伯先，噔噔這隻呢就是潮州人，如果你是潮州佬的潮州婆的，你一定是很喜歡吃的，就是潮州的腍糖或者腍糖，或者是腍糖，哇好香好香啊，是的，有花生和是麥芽糖的，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呢，它不是很甜，它不是很甜，這裡呢我們總共今次呢我們是很誇張，我們買了18斤的客，這個是超好吃，在香港如果你買這一隻糖這樣的一包要幾十元了，這麼大包一斤這麼大夠起碼80元，80元咁貴啊！我而家係14元咋，80元啊！咁同埋佢係好食好多，你咬落去咧係好脆啦，仲有咧就係唔係好甜嚇。而家年紀大咗或者係而家通常大家都唔係食咁甜嘅嘢，咁食唔曬，因為而家譬如好似今日咁都仲係回南天啦嚇。咁其實你擺落冰箱咧，你擺得佢2-3個月啦都冇問題。半年都得啦，啊，半年雪櫃啊，唔使冰箱。哦，擺喺雪櫃嗰度嚇。咁呢一個咧係我同大家推介嘅。咁有人問我，你點樣可以喺微信落單？我哋通常翻大陸俾錢咧都係用微信俾嘅。咁我哋咧喺微信度就點我的，然後點服務，再點錢包，再點落去帳單，你就會進入曾經收付款嘅商號或者係朋友嗰度，喺呢度搜尋你想揾嘅商號。點入去之後咧，喺頁面嘅下方你會見到收款方嘅名片，你點進去，然後跟住留言，等對方回覆。通常咧，佢哋都好樂意咧，同你係快遞，係落會快遞嚟翻你大陸嘅地址嗰度嘅嚇。咁至於可唔可以快遞落香港嘅咧？咁我聽有一啲網友話啊，有某一個快遞可以，咁順豐可能都得啩。咁但係呢啲食物咧就唔建議啦，因為啲速冷嘅食物，如果你快遞翻到香港嘅咧，佢已經係融曬雪嘅啦，係做唔到。但係呢一啲咁樣嘅食物咧，其實真係可以嘅嚇。如果你係中意嘅咧，大家咧可以喺下邊留言啦嚇，我俾個連結你哋啦。咁樣一包，其實一包咧係冇一斤嘅，應該要再加多4嚿落去嘅嚇。咁就一斤，呢一斤咧都係14元咋，好抵啊 ！OK， 好啦，咁啊今日開箱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係大家中意我嘅介紹嘅咧，請你哋點贊、分享同埋係留言嚇。未訂閱嘅記得撳訂閱掣，同埋旁邊嘅小鐘仔啊！好，下次再見，拜拜。在這裡我都要聲明，這三間店鋪呢其實我沒有收受他們任何廣告費或者是有什麼優惠給我的。好，那今天我介紹來到這裡了，我們下條片見啦，拜拜。